友 ，It's me， 我是杨丞琳。我在《淋雨》这部电影里面是一个很可怜的母亲，是我第三次饰演母亲当中我觉得最悲惨的一次。要进入一个角色，不是一定关乎你是否真正有经历过跟剧情一样的内容，反而是是否可以说服自己真正的成为那个人。吃东西绝对是不可少，会一直大吃，好好的去怠惰一番。疫情的后期，我就认识了动物森友会，所以我就是疯狂的沉浸在我的虚拟世界，非常享受在娱乐生活里吧。我的心情没有什么变化，我觉得跟谈恋爱的时候是一模一样的，可能因为距离的关系吧，不会有那一种好像真的进入一个家庭的感觉。我觉得我有时候很像单身，一个非常不像人妻的人妻。